东西不是我说了算，这个东西是客人穿了舒不舒服，我讲什么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说真的，学术性的文章说太多是没有意思。对啊，因为你对啊，我就乱骗人而已嘛。你就是好不好穿，客人自己感受得到。我不想要乱讲。你都是等客人回来跟我们讲说哦，什么好穿，什么不好穿。对啊，因为客人自己穿了，不可能第一脚就舒服，一定要过一阵子才会知道说。就是你对于这个鞋子的看法。那你说这个鞋子从哪来的？葡萄牙。葡萄牙。嗯，它是葡萄牙原装进口的鞋。啊？原装进口的鞋。嗯。那你说是医生开发的？就是一个足部医生开发的一个鞋款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健康。那这个鞋子已经有多少年？这个鞋子。你可以上网查，它都有那个每个国家都有，像日本也有卖这一款鞋子。像日本就卖的还不错。多少年了？这个确切五十年了啊？五十年。哦，这样。所以我看到现场的鞋子都没有皮的嘛，哈，是也有皮的，只是今天不会带来。对，也是有皮的，但是没有带来哈。OK， 所以这边都是素的鞋子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